一部烂剧追到现在，噪音污染。这怎么能是烂剧呢？这可是最近可火的剧了。真的吗？女主角可是白信萌。白信萌又怎么样？白信萌人美戏不怎么样，白信萌怎么能比得上我们伟大的老板呢？快十一点了，去做饭吧。老板，你怎么那么喜欢吃宵夜啊？这么喜欢吃宵夜，如果我叫个豪华套餐回来，是不是就能打动他，让他减免掉我一部分的债务？真是个大聪明。怎么没睡着？什么意思啊？拿外卖敷衍我？这怎么能是敷衍啊？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从五星级酒店订的。那为什么拿盘子再装一次？仪式感呀，怎么能让老板吃外卖盒子呢？老板你看，木瓜炖雪蛤，佛跳墙。再做一次也行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老板不喜欢我点的这些吗？你要是喜欢别的口味，我可以再点的。我只要你亲手做的。老板喜欢吃家常。你再做一遍。什么？就是把之前台风天借宿做的夜宵再做一遍。那这些怎么办？这不需要你考虑。吃饭了，老板。都做两次菜了，怎么还没睡着？老板，饭好了。难道是我搞错了？搞什么？睡着了？睡着什么呀？住了两个小时，还花了那么多钱。